来了。拍什么呢？没事，我都习惯了，快坐吧。再这么下去的话，只会更危险的。那网上的舆论我们也控制。先听我说，我给你找了一个房子，这两天先搬过去。咱们搬过去之后，生活用品那些到了再买。这几天，先避避风头，好不好？搬家。对。现在老柯也醒了，你也不用担心八二的事儿。咱爸现在也一切正常，听我的，那边比较安全。可是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躲起来啊？况且这餐吧才刚刚开业，也需要人啊，我不能因为这点舆论我就躲起来呀。躲起来有什么不好？现在没有任何事情比你的安全更重要的。餐吧有我，有子健，其他那些你都不要管，听我的，先去那个房子好吗？那我要躲到什么时候？10天？半个月？还是一个月？只要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，只要你觉得我不安全，我就要一直躲下去。从跟你订婚开始，我要穿什么样的礼服，戴什么样的戒指，包括我们的订婚时间，所有的一切我都是被动的接受。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，我都觉得都没有给我一个思考的时间，所有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是我不想这样，我不想躲起来。如果我现在真的躲起来，那就真的成了他们口中的金丝雀。我们都冷静下来想一想吧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来了。今天谢谢你啊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们都没有第二次争取的机会。咱们两个人之间还说谢谢。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关于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。之前是我考虑不周了，给了你很大的压力，我很抱歉。跟你又没有关系，你给我的东西我可能努力一辈子都得不到。其实我早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，只是当事情突然发生，还是没扛住。傻瓜，不是说好了我一个人扛吗？你还有我呢。不是说好了要一起来面对和解决的吗？其实这是我自己的问题，和你没有关系。如果我过不去心里那道坎的话，以后遇到任何问题，我还是会被这些舆论、这些小事情所压垮。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以后怎么跟你并肩前行。好，那我等着。但是啊，不能想着想着就把我给丢了。那我先回。我说你那处女座的电影啥时候上啊？快的话大概半个月。怎么了？
这不是等着你赚大钱接济我吗？我这边现在是一团糟。你别气我啊，你现在还有楼渊呢，不像我现在真的是孤家寡人。别提他了，一提他我更烦。你们俩没好好谈谈吗？你们是到底什么情况？灰姑娘梦醒了呗，迟早要面对现实。其实有一个霸道总裁男友挺好的，但我觉得我也应该实现自己的价值。啊，我就是太矫情了，这换做别人早就乐开花了。你不觉得这个话很耳熟吗？当时我和马世世在一起的时候，也觉得为了这些小事自己心里过不去，太矫情了。可到头来，等待我们的只有分手。所以恩恩，爱情里面无小事，你心里怎么想的自己最清楚。你要把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，不要因为心里那些别扭错过对的人。除非你真的觉得不爱了，错过就错过。等等，心跳别急着强烈。等等，我害怕独自沦陷。其实你的那些顾虑我都知道，但是无论你跟谁在一起，或者是你喜欢谁，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但是我喜欢你，我不想放弃，我想跟你一起来面对，我们一起来解决所有的困难。所以我想继续坚持一下，能给我一次机会。直到看见你和我慢慢无间，跨越似水流年不变的誓言。你真的不喜欢我吗？慢慢热的思念一点一点温柔了岁月，让时间陪我们走远。慢慢情切一天一天，没有轰轰烈烈，但是每一幕有你的画面总是留恋。你们的包子一个，来，好，哎，转过去了，慢走啊，谢谢。下一位要点什么？你，哎呀，大娘有芽菜包子吗？哎呦，这段时间你没来，我就没给你留，对不住啊。没事儿，我还担心网上暴露我喜欢吃您家的包子，害得您生意不好呢。那倒没有，你都不知道，我现在包子生意好得很。你看，我在那儿还专门辟了一处留言栏呢，我就让他们在那儿炒，反正越炒我这芽菜包子越有名。哦，对了，上次跟你来的那个高高的帅哥，他后来还来过呢，他就坐在最里边那个桌子那儿。就在那个墙上啊，写写画画的，我也不知道他要写画什么。要不是你吃点别的，来个油条和那个豆浆。不用了，我去里面看看。啊，那行，你要吃什么你告诉我啊。来，下一位，你要什么？来两个包子。好的。哦哟，这个就是金丝雀的口味吗？不怎么样嘛。又没了味觉哦。整个川渝地区，王大娘的包子称第二，没得人敢称第一。芽菜包子天下无双，好搞笑哦！他平时高高在上的，还不是只有吃芽菜包子。喜欢吃芽菜包子不是穷酸，是热爱生活，是接地气。他吃螃蟹的样子有多可爱，你嫉妒的表情就有多可憎。相处过就会知道，如果天使有面庞，一定就是长他这样。如果他走了，一定是我做得不够好。他就是我世界里最温暖的那束光，他真的很可爱，我想把全世界最好的都送他。我喜欢的人一直在成长，我很庆幸他还愿意陪在我身边。
还有我站在这里。我只想要做你的太阳，在你心里留下一束光，等总有一天你定会向我寻光而来，就算不在你身边也要奋力的为你。这次是我太笨了，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好好想清楚。我不想被别人说是靠陪睡上位，也不想你被别人说潜规则女下属。哎呀，这不是避不避嫌的问题，这公事公私事私，这是我们八字自己的问题，怎么能让你来负责？在你还没准备好的时候，我就推着你这么往前走，是我太着急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想能一直陪着你，吃你最爱的螃蟹，看你最爱的风景。我只想能待在你身边，和你一起简简单单的幸福下去。我的未来里一直都留有你的位置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会永远等着你。我就是喜欢你，我不想放弃，我想跟你一起来面对，我们一起来解决所有的困难。我想继续坚持一下，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所以我想成为恩可以依赖的肩膀，能够尽我所能的去照顾他，去保护他，去爱他，给他依靠。傻瓜，不是说好了不一个人扛吗？你还有我呢。但是啊，不能想着想着就把我给丢了。更重要的东西在，怎么舍得离开？咱们俩也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这段时间我想了很久，一段情感其实就像是我们俩在读同一本书，只是我读得稍微快了点，所以才会迫不及待地想要跟你分享我们的那些故事。但是现在我发现这样做是不对的，
我应该等等你，跟你一起去探索那些未知的故事才对。可是万一我怎么追赶都追赶不上你呢？我尊重你的每一个选择，但是你不能为了任何人而改变你自己。你就是董董恩，所以我才会喜欢你。我不想跟你分开。我也不想跟你分开。是啊，我可是金牌客服董董恩，什么大场面没见过，再难解决的问题我也可以解决。嗯。可是因为对方是你，所以我觉得不管我怎么做我都做不好。说不好，我也是第一次谈恋爱，是我考虑不周吗？我也不知道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，总是按照我觉得好的标准来对你。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，对不起啊。关于未来的规划我还没想好，也许还要想很久。你愿意等我吗？我当然愿意等了。你要就勇敢地做你自己，我永远为你感到骄傲。嗯，我们家聪明的恩恩马上就能成为真正的董总了，到时候记得提携一下小罗。苟富贵勿相忘。嗯，这时过境迁啊，听着董总还挺顺耳的。那以后我就改口了啊，董总。那也算了吧。罗太太，你的蛋糕。嗯，罗太太，吃蛋糕。嗯，来一口。怎么样？还是说，这些店都赚小钱子好吗？哎呦，去吗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我都没去过。真假的？我就去你的，我谁的？好了，回去早点休息。嗯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晚安，走了。老总，您总算是回来了。郑超非要见您，您又不在，董事长就替你见了他。这不，两个人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董事长把人给打了。把人给打了？那赶快去看看吧，赶紧进来吧，赶紧。是我的问题。董事长，你打的对，你把我打醒了，这是我不应该，真的。你少来这套狐狸精，你说你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？你董事长，娄总来了，来，你听听啊，都录在这里边了。张总的试吃会，我需要你把牡丹公司的物资都破坏掉，别露马脚，找到董董恩的行踪和住所发给我。下周拍摄酱料广告出外景的时候，帮我办件事儿，动静弄大点儿。恩恩当时差点没命的人是你啊？这根本不是我的本意，是苏喜逼我的。他还经常让我窃取公司的信息和资料，我真的不想这么做的。但他找到了我的住处，他威胁我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没办法。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，但你选择相信他，跟他合作。是我做的不对。但他现在离开三角公司了，我有很多话都可以说出来，真的，不说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啊。对不起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不想下这么重的手，我也不想有麻烦呢。真的，我还骗你们干什么呀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给我一次机会，
让我指证苏喜，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对，咱们报警啊，把那苏喜都给我抓起来。我和你们一起去。去什么去？录音笔留下，你走。啊？从明天开始，停薪留职。我会在公司让朱莉给你准备一个单独的工位，每天按时来汇报。在事情解决之前，管住你的嘴。走。哎，罗总，罗总，哎、你再给我几分钟。你怎么让他走了？他留在公司干嘛呀？罗总，把他都抓起来！哎呦，这壮壮你怎么想的啊？这样的人你还留着他干嘛呀？哎，阿姨，您听我说，如果现在被爆出有内鬼或者是恶性的商业竞争的话，对我们牡丹公司形象也不好。那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你怎么看？嗯，如果我是郑超，苏启离开了三鸟公司，那对我来说，一个潜在的危害就离开了。那我之前做的那些破事，也会因为他的离开而不会有人再知道，说不定还能升职加薪。所以。这个郑超不会告发苏琪的。啊，恩说了对，这个郑超他行为看似正常，但其实很有蹊跷。苏琪试了试，那他背后会不会有更高级别的人来对郑超威逼利诱，从而让他来引导我们去起诉苏琪，达到鹬蚌相争的效果？这个背后的人他很清楚，郑超是我们起诉苏琪不正当商业竞争的重要证人，我们一定会重视他，甚至把他保护起来。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放走了，他一定会觉得自己的计划没有完成，从而才会有下一步的计划，我们更容易能够识破他的破绽。嗯。而反观这个郑超，他这时候一定觉得自己的计划没有完成，会很容易被那个背后的人害掉，从而更容易的去配合我们。我放他走，他才不会跑。啊，这三角董事会里的董事确实是不少。他们之间的斗争也不少，但是谁是这个背后的人呢？不管这个背后的人是谁，他一定跟苏启是站在对立面的。那你说这个苏启会不会使用苦肉计啊？如果他使用苦肉计的话，我想不到他的退路会是什么。我反而会觉得苏启才是我们当下最容易掌握的人。哎呦，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脑子转起来就是快啊。嗯，这件事儿我听你们的啊，按你们的来。包包。哦，哎呦，今天下班这么晚啊？嗯，王大娘觉得我们做的广告曲不够嗨，不够洗脑，这胖子在研究新的曲风，听得我呀脑袋都大了。好了，苏琪怎么说？苏琪说幕后的主使啊是万德，还说这次想跟我们一起合作。这跟我们想的也差不多。嗯，那我的军师觉得我们应不应该信任他？嗯，你想跟他合作？这苏琪有这么多把柄在我们手上，而且这万德啊又是卸磨杀驴，这次还想拿他当一个替罪羊，这口恶气我估计苏琪应该咽不下。再说了，他最着急的应该就是怎么从三角这个烂摊子里走出来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嗯，有道理。就算他有什么小九九，我相信咱们也一定有办法的。相信你。嗯，不过有一件事情苏琪说错了。嗯，你啊就不是我的软肋，你是我的铠甲。好了，回家。嗯嗯。
你睡着了，也没喊醒你。吃饭了吗？我给你做点。嗯，吃过了。我今天去了好多地儿，回来有点累就睡着了。辛苦了。那这样，明天带你去吃大餐，犒劳一下你。再睡会儿。什么呀？没什么，糖纸掉。那我先换衣服去。嗯，去吧。嗯，太好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出事了！哎，我说不清楚，你先上去看看吧，快！哎，去前面，前面！你像一束光，是温热的光，印刻过好多年荒着的远方。如果留言也可以印刻时光，请别忘记我准备好了。还有我正在这里，你要娶我吗？我只想要，我也准备好了。你有嫁给我吗？嗯，